如果每把枪旁边都刷200发子弹会怎样？现在每把枪旁边刷新的子弹都不固定，有多的有少的。假如现在都固定刷新200发子弹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变化一，再也不缺子弹。一把枪旁边刷新200发子弹，这个数量可是非常多的了，就算对机枪来说都非常够用了，更不用说普通的步枪、冲锋枪了。对于栓狙和霰弹枪来说，更是一局结束都用不完。因此真这样改的话，就再也不会缺子弹了，就算到后期都能很轻易获得足够的子弹。变化二，三把空投武器大加强。游戏里有三把空投武器，为了限制它们的强度，特意把子弹设置成专属的，而且数量很有限，只有10到25发，它们就是 AWM、AMR 和 M200。现在改成每把枪刷新200发子弹，那它们的子弹就随便用了，强度会大大增加。变化三，信号枪无敌了。这么一改的话，信号枪旁边也会刷新200发的信号弹，这还得了啊！只要捡到一把信号枪，就会出现满地图的超级空投和装甲车，这信号枪绝对无敌了，人人都想去捡。